我是刚刚一列车长的110年，8月16号，台北捷运双星连线南京复兴站，18:13。我拍摄的是开往新店，开启车门，有 C37 型至上系列314、313编组，刚刚跑班。土新店 C37 型至上系列314、313编组。8月16号，台北捷运双星新连线南京复兴站。关闭车门。322次哦，322次，土星店。到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健康片，跟大家拜拜。